各位好，我是小 A，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小 A 的战地武器介绍系列。不久前有几位网友希望小 A 介绍游戏中的菲罗梅尔停止自动手枪，英文称为 Farmer Stop Auto， 小 A 简称把它称为自动 Farmer Stop。 这是一把战地一的自动手枪，性能有点像以前大家熟悉的战地三、战地四的 G18 手枪，不过唯一不同的地点是游戏中的 Farmer Stop 自动手枪是战地士兵的主要武器，以前只有坦克驾驶员、飞行员当自己载具被打爆之后跳伞或者逃离载具时候才能使用的。那在2018年6月闪击游戏更新后，现在游戏中的突袭兵也可以使用这把自动手枪了。战地游戏中其实有两种类型的 Farmer Stop 手枪，第一种是只有侦察兵直接可以用的射速非常快的 Farmer Stop 半自动手枪，第二种就是今天小艾介绍的 Farmer Stop 自动手枪，是全自动的装弹容量比较高的自动手枪，玩家并不需要拥有战地的任何扩展包就可以解锁 Farmer Stop 自动手枪了，不过解锁需要150战争债。战地的 Farmer Stop 自动手枪只适应与敌人在近距离交火，因为它武器射速非常快，但是它的有效射程非常短，大概只能在10米内这射程与敌人交火。而且因为它吃子弹速度非常快，射速非常快，一般一个弹匣只能打死一位敌兵，所以它是一种与敌人单挑的武器，也可以说是一种自卫武器。这把枪的体积非常小，枪上不能带刺刀，也不能调准这把枪的后坐力方向，还有武器的金属镜放大倍数，它完全是一把边打边跑腰射武器。小 A 常常把这把手枪称为微型的 Automatical， 因为它的手感战场的发挥与 Automatical 差不多。 Farmer Stop 这种手枪可以给玩家非常好的边打边跑的机动性，因为它的换弹速度快，玩家也不需要使用它的金属镜射击，只要与敌人缩短距离，在近距离可以用腰射喷死敌人。大多数敌人遇到飞行员坦克时候，有时候没办法想象到玩家手中用了射速这么快的一把武器，用这把枪转角遇到敌人可以给敌人一个很大的惊喜。虽然说它的子弹不多，而且吃子弹速度非常快，但因为它的非常快的装弹时间，就算玩家要反复换弹，其实玩家用这把枪边打边跑是感觉不到这种打法会妨碍玩家。另外一点非常独特的是，这把手枪占的屏幕面积非常小，不像一些轻机枪占的屏幕体积非常大，有时候在右下角趴着敌人玩家看不到，用这把手枪跑来跑去，地上趴着敌人，地上放着半显雷，有时候都可以看到，因为武器不会挡住玩家的视线。从武器数据上来说，游戏中的 Farmer Stop 自动手枪有非常惊人的武器射速，它每分钟最高可以打出900发，这武器射速与大家熟悉的 Automatical 1918是一模一样的。不过这把自动手枪打出去的子弹飞行速度非常慢，它打出去的子弹每秒只能飞350米，不适宜打任何中距离到远距离的敌人。在这种射程打出去的子弹非常飘，这把枪打出去的子弹伤害也不是非常高，在近距离它的子弹最高伤害是23，在远距离40米外这射程子弹最低伤害是12。其实在20米外它的子弹最低伤害已经算是非常低了，在20米外这射程它的子弹最高伤害是 17.4， 然后会慢慢下降到40米的最低伤害12。这把手枪枪里总共可以装16发子弹，这16发子弹按照它的射速会非常快的用光，用光之后它的换弹速度比较快，枪里还有子弹换弹只需要花 1.25 秒，枪里的子弹都打光了换弹只需要花 2.1 秒。Farmer Stop 自动手枪武器后坐力比较高，这把枪比较跳，它第一发后坐力乘以2倍，陆续几发后坐力往上跳是乘以 0.5 度的，往左往右跳是乘以 0.6 度的，最后这把枪打出的子弹布局非常散，所以在中距离不是非常准，只有在近距离精确度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说实话，小艾认为作为突袭兵，玩家没有很多理由使用 Farmer Stop 自动手枪，除了好玩还有斗敌人。游戏中的 Automatical SMG0818 战场上的发挥程度适应性比 Farmer Stop 好多了，不过作为飞行员坦克驾驶员， Farmer Stop 是一把非常好的手枪，可以快速的打死一位脸前的马血普通士兵。一般作为飞行员坦克驾驶员，我最多用 Farmer Stop 打死一位敌兵，然后捡起死去敌兵的装备，我不会长期使用 Farmer Stop 自动手枪。
意义它的射程实在太短了。不过小 A 承认用这把枪在近距离喷死敌人是挺搞笑的，但要连续的用这把枪击杀敌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，需要非常好的走位地图意识。Farmer Stop 自动手枪其实只能在一些近战地图，在战壕中，在室内，在碉堡中使用，射程稍微远一点，这把枪根本打不死人。如果我用 Farmer Stop 作为我的主要武器，我一般身边配着一把威力非常高的手枪，一般是左轮手枪或者 Oberon 秒杀手枪，这样子打一些距离离小 A 稍微远一点的敌人，我可以用手枪补枪。Armor Stop 自动手枪它的最大两个优点是它的换弹速度非常快，加上它非常惊人的射速，使得它在近距离可以秒杀又完成普通士兵，在近距离有时候对付敌人的一位精英兵种都可以造成很高的伤害。当然这把自动手枪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，它的射程非常有限，子弹伤害非常低，不能带刺刀，也不能使用其他开火模式或者调整它的金属镜放大，它的子弹飞行速度也非常慢，武器射击时也不是非常准。小 A 只能说平时我不怎么用 Farmer Stop 自动手枪，我用飞行员坦克驾驶员，选择的武器是双管巨切，因为双管巨切枪管里总共有两个霰弹，有时候可以用两个霰弹打死两位敌兵，而我用 Farmer Stop 一般只能用一个弹匣打死一位敌兵。我用这把枪完全是在挑战自己，也是当队伍打得非常给力，敌人兵非常给力，随便跑出去去捡敌人人头的。好，那么今天小孩就说到这里，感谢大家再次收看小孩的战地武器介绍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请大家保重，拜拜。